一键三连。我们要清纯好吧，因为我看有那种年纪比较轻的朋友，然后也还好，按理会互动一下地方。哥们儿，你为啥在玩手机？你说你在给谁发信息？给我呸呸呸。你在给谁发消息？朋友啊，您是一个人来的吗？那为什么朋友没有来呢？他穷。男生女生？女生啊，你是单身对吧？是，你该知道吧。但凡有点觉悟，说不出他穷这样的话啊。你多花200帮他买张票好不好？你刚才是在给他发信息炫耀吗？还真是好惨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单身率很高啊，是有原因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刚才给他发的什么消息？后面的朋友没听到，他无比……你起来给大家说一句刚才那句话，对吧？你刚才给他发的什么消息？给后续的朋友说一下。你看不着吧？无比骄傲的，觉得自己贼幽默，对吧？给他喜欢的姑娘，姑娘想着看演出，但是来不了。然后你很贴心的给他发了一句：“你看不着吧？”是吧？挺好挺好，待会儿再去表白他好吗？发个微博啊。哥哥您这里，哪两位是一起来的？我猜啥猜？我猜就往好的猜，我猜就是他刚才给他发消息。我再问一下，有哪些小伙伴是冲着木板老师就是铁定我就必须看他的演出，其他谁都专场给我，我都不看，我就要看他。安西哥，您举下手的。太侮辱人了！后面两个姑娘啊，你们多花100好不好？来，这里有一位，挺好挺好。您说用三个词形容你心目中的木板老师可以吗？我觉得他北京有三套房产。您是不是对三个词有什么误解？来，语文老师教一下吧，什么叫做三个词啊？北京有三套房产，您是哪里人？山西人，你这么煤老板吗？那你很好。哎，你是看到他其中的一个段子，很喜欢他来看演出的吗？旁边你会是你的朋友，女朋友，交往多久了？4年了，对吧？哇，这个哥哥带着那种牛逼的眼神，四年对吧？你真的很炫耀。当初是谁追了谁？你追了他，你怎么追的他呢？你好看啊。哎，哥们儿，我觉得我们这个语言怎么起不到交流的作用？我应该没有说错吧？我问的是，您是怎么追的他？你挺幽默呀。哥们儿说，姑娘在前面跑，我在后面追，你这个叫做骚扰，好吗？哇，这哥们儿你做的太嚣张了。您什么情况？这么转音，做什么工作的？财务。财务？你这个长相真的不像做财务的。就在我心目中，做财务的都是很文静的啊。您在哪家公司方面说吗？北理工学校做财务，这有什么好挖的？那别人新东方教化学，你们不挖一下？北理工做财务，你们挖挖？他们挖你啊？就是我觉得，还行。旁边是朋友，一个人来的。哦，跟我互动，和哪个？你俩挺幽默呀，你俩一起来的，两个人不能多凑140给姑娘买张票吗？啊？那你是做啥工作的？程序员？妈该你！程序员？哪家公司？你不是本地人？哎，我今天这个语言是怎么回事？是问的，您是在哪家公司？我不是本地人。我现在有点懵。是公司啊？小公司？那就说出来，我们羞辱一下。你看，湖南的话都说羞辱他，羞辱他。那你说，方便说一下哪家公司吗？自己干公司，老板啊。这就是有多少员工呢？好几个。好几个呢？我感觉你已经在编了，我就。你俩挺好啊，两个直男朋友，为什么不挨着坐呢？
26号在上海带来我的个人专场《浩浩荡荡》，将会有70多分钟的原创段子。现在还有余票，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网搜索贾浩，或者登录票星球 APP 搜索贾浩购票，点个赞再走，点个赞再走，点个赞再走，点个赞，点个赞。